Hello， 我是 Sandra， 今次我们和爸爸上来深圳吃粤菜姐姐煲，主要是吃姐姐煲的菜式，每一煲都是滚雪上台，很有风味，食材都很新鲜，有王牌必点的脆鳗鱼，还有咸蛋黄焗大虾，还有很脆的蚝饼，而套餐人均只是80元左右。我们去的餐厅是姐腾粤菜姐姐煲，现在就一起去吧。这个品牌有很多分店，这次我们是去卓越烟摊店，我们之前都来过这个商场，福田口岸过来是最快，坐地铁四号线两个站就来到会展中心站，跟着向着 A 出口行，之后在连城新天地出一路直行，然后转右就见到二号出口，在这个楼梯上来地面，一出来向前行，见到斜对面这两座 building， 那就是的了。在这里过马路，那就是卓越烟摊。在前面过马路转入去，然后上三楼就来到的了。这间餐厅专食姐姐煲，其实为什么叫做姐姐煲呢？查一查，原来是因为瓦煲入面那些汁是经过高温很快地蒸发而产生滋滋声，所以广东人是叫姐姐煲的。这里每一煲都是用生的食材即煲，食材都是坚持是新鲜，就不会预先制作。我们11点半左右来到，趁还未开始多人就可以拍一拍个环境。这里环境很光猛，地方很干净和很整齐，是做到全部都是卡位，所以坐得就会很舒服，是有二人台和四人台。在对面另一道门出来也都有一些位置，就会有大圆台，另外也有四人台和二人台。除此之外也有包间，已经有人预订，坐十人就可以和朋友来聚旧。另外见到一部软雪糕机，原来在这里吃饭可以任食软雪糕，会有雪糕桶供应，那就可以当饭后甜品。另外也可以望到厨房，行前看看就可以见到有很多瓦煲，就不是用明火煲，是用电光波炉加入生的食材大火干烧，比起用明火就没那么热气，那就不怕很热气啊。头先一坐低，员工就已经帮我哋斟茶，系热嘅菊花茶。台面上已经有一个碗啦，系用嚟洗杯碟。咁而台嘅侧边就有柜桶摆放咗啲筷子，咁仲有牙签啦，有匙羹同埋匙羹。之后俾大家睇一个餐牌啊，全部都系好有锅气嘅姐姐煲，系有王牌必点嘅柠檬叶姐脆鳗鱼，系升级50次，真系好犀利啊！咁即系话不断改良过，销量每月系10000以上，咁所以一定要嗌啊！另外系有鸡，咁但系香港咧成日都食姐姐鸡，咁所以就唔嗌住，咁反而想试下蚝仔烙，28蚊系好抵食啊！咁仲有咸蛋黄焗大虾，唔知会唔会系好似黄金虾咧？要试下。另外有一啲蔬菜，咁仲有海鲜，我哋就想食虾米瑶柱豆腐煲。咁仲有主食系有遮肠粉，就比较有特色。咁另外亦都有汤嘅，店员就推介窝蛋桑叶汤，咁爸爸都想试下。咁仲会有凉菜啦，亦都嗌咗泡椒鱼皮。咁至于饮品，我哋就嗌咗竹蔗茅根水。另外都可以喺美团买啲团购套餐，2至3人餐，三个人食，人均只系80蚊左右，非常抵食。食姐姐煲饮竹蔗茅根水是可以降火，咁入边咧就有马蹄啦，同埋竹蔗，饮落系好清爽，就唔会过甜。先嚟到窝蛋桑叶汤，哇！一大煲嘅汤系好滚啊！咁汤系用瓦煲装住，特别有风味。入边除咗有桑叶，亦都有蛋，咁仲有猪肉片，另外仲有杞子。爸爸知道桑叶系好有益，咁就要食多啲。一试嗰啲汤系好甜嘅，我哋都话好饮。而桑叶我哋就好少食，咁系比较多纤维，虽然就唔算好滑，但就冇渣，咁同埋咧已经煲到好腍嘅，非常有益，仲会有养颜嘅功效，咁所以要食埋啲桑叶啊！我好想食嘅蚝饼都嚟到，睇落系好脆嘅。呢一种蚝仔饼同传统嘅做法就有啲唔同，
原来他们是经过改良，用的番薯粉就比较少，还有比较少油，等员工帮我们分好四份。色落汁非常之脆，我觉得是好吃过传统那些，这种是特别香脆，是没那么油腻，也没那么饱滞，入面除了有蚝，也有虾粒，也可以点甜辣酱，味道就更加浓。不过我觉得就这样吃已经很好味，$28好抵食啊！这个是二至三人份，如果四个人就可以点两份。之后送来的肠粉是滋滋声，好正啊！第一次这样吃肠粉，这些肠粉是比较粗和比较肥，本身是微辣的，如果可以吃得辣呢，也可以加辣。如果想吃脆脆地，可以等一阵再反一反，就会比较焦香，味道是甜甜地、辣辣地，好野味。酱汁是调得很好味，这种肠粉就比较厚和比较有质感，这样做的肠粉真的好吃的，还有价钱只是$18，是超便宜、之后有咸蛋黄焗大虾，金黄色的咸蛋黄是我的挚爱，底呢就是一条条的粟米，用的就是大虾，很大只、粟米也满了那些咸蛋黄，很正的。先试一下虾，其实也有点像黄金虾，是很香咸蛋黄味的，但香港吃就不便宜。另外咸蛋黄配粟米很夹的，有甜咸交融的味道，那就会很好味。热辣辣的虾米瑶柱豆腐煲也来到，豆腐是很滑的，那要趁热吃啊。里面有很多大大粒的虾米，一试那些豆腐果然很滑的，那些汁呢调得很好味，原来里面还有瑶柱，所以是有些鲜味的，也很啱送饭，所以嗌了一碗五常香米饭。这个煲有很多汤汁，米饭也都烟烟韧韧，一起吃就很好味，爸爸都吃不少啊。这里的招牌柠檬叶遮脆鳗鱼就来到，出晒烟了，这一煲的滋滋声是最响。员工是帮我们搅一搅，里面有很多洋葱和葱段，还加了柠檬叶，是很特别。一路滚住那些鳗鱼是煎到脆脆地，一试是超弹牙。这种鳗鱼是劲脆口，也很新鲜，有这么多洋葱和葱，所以很香，还有柠檬叶的香味，所以就不会说很腻的。吃了这么多热辣辣的煲，要叫一款冷盘，是爆烧鱼皮，上面绿色的是尖椒，还有些花生粒和芝麻，一试都挺辣的，吃得辣就可以叫尖椒的辣味很香，而鱼皮就很爽口，应该吃得辣就喜欢吃。最后我们在大众点评收藏和写下评语，就送了冰粉给我们，粉红色的很漂亮。另外我们差点不记得有雪糕吃，我们就拿了每人一杯，是可以任食的，吃完真的实在太饱了。这次很特别，可以试到很多款的遮遮煲，是很有瓦煲的锅气，但又不会很热气，食材就很新鲜，味道也不错的。我们这一餐三个人吃了七款菜式，其实都算多，人均只是$100多少少，是吃得非常饱。又或者吃套餐人均只是$80起，这个价钱就可以随时来吃。好啦，时间都差不多，大家记得 like、留言和分享，还有订阅，多谢大家收看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